今天是来这边的第二周星期三，又要去滑雪啦。现在外面昨天天气好像下了蛮多雪的，等一下应该滑起来蛮顺的。在寒冷的冬天里，便利商店是宝库啊。简单买了些早餐，准备上路咯。有奢侈的人类拿 iPhone 铲雪。再来滑雪一次，上次的冰这次变成雪啦，开心！地上厚厚的雪。最累的事情是要自己扛着雪具到滑雪场，雪很厚，人很少，坡很陡，好累啊。今天的雪比上一次还要多，我就边滑边欣赏别人怎么教学员。今天的雪比较多，但是冰也比较多，所以其实我觉得算比较难滑，但是其实还是挺舒服。雪越下越大了，跟好几年前在岩岩的时候一样。呼呼，很舒服。Oh no, 我在冲刺啊！最后还被捕捉到一个滑太嗨，忘记看护栏在哪边的有趣小时刻。午餐时间，我点了一个东卡兹セット。还在等我的饭。这边的食堂就是又大份又难吃，但是很赞。滑完雪啦，现在外面下超级大雪，然后再等一个小时的公车，准备回威达。今天雪很大，初学者很多，但是渐渐变得脚趾，对，很开心。在公车上昏睡了一整路。拖着疲惫的身躯进到了一间烤鸡店吃 omakase。 老板说什么我们吃什么，晚上吃饱饭散步日本奇景，一台发动的车子，哪里没有人耶，超级厉害的。那就这样这么的停在停车场里面，只有在日本做得到。走，欧巴上采购结束，想饭店睡觉泡澡。